好啦，你台上面呢就有杯饮品，请讲出咖啡里面有边三种味道。哇，仲要讲三种啊？一人讲一个。西瓜。中。西瓜。西瓜。诶，嗰啲叫咩啊？蜜瓜。是哈密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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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謝六號。我第一次嘅個節目要藝人自己買翻單喎。咁多個零都得㗎。好驚險啊！好啦，埋單啦。唉，算啦。送包咖啡豆啦，好唔好啊？好啦。OK。你哋食飯先啦，我一陣間約咗人。第一次見面，不如喺入面等啊。你到咗啦？点解会系你嘅？明白，系我误会咗。就先套戏你睇啊！等等先，虽然呢间叫做恋爱电影馆，其实咧蒲文嘅原意系想表达对天主虔诚嘅热爱，唔系真系couple嗰种爱咯。同埋呢间系会定期播放澳门电影嘅戏院啊！澳门电影？我哋而家睇紧呢套咪系咯？逢星期六嘅仲有免费场啊，同定期搞主题展览，一啲特别日子咧仲有活动搞噶。边个话旅行唔可以睇戏噶？咁我想问，点解我哋要用 VO 对话嘅？因为戏院里边唔准讲嘢噶嘛。我就揾紧呢间啦。诶，个样好似几得意喎。入去啦。诶，嘢食到呢个系千层寿司包多士加咗沙甸鱼，呢个就系热狗牛角同埋杏仁牛角。哇！因为牛角包咧，我哋1999年咧第一次回流翻嚟嘅时候咧，就澳门系第一间做呢一种牛角包嘅，咁你可以慢慢试啊。好啊，唔该。细细嘅，嗯，好食啊，佢个酱有少少辣辣地喎，系似平时嗰啲辣嘅意粉啊，有好大嘅 Tabasco 嗰只辣嘅味道。但我听过一样嘢咧，如果牛角包，你想知佢系咪靓嘅牛角包咧，你只揿落去，佢会唔会弹翻起咧？就系、是、好食嘅牛角包，我试下。你试。哦。咦，真系，喂，佢佢皮都弹嘅喎。系咯。试下呢个好唔好啊？可以。呢个系甜嘅。好似呢個仲香啲喎，唔知係咪我加咗個杏仁？佢食落去嗰種好似蛋糕嗰種糕點嘅味道咧，因為平時喺香港食緊牛角包，最多係轉下味，即係朱古力味牛角包啊。多數都係甜嘅牛角包，即係可能擠啲 cream 喺度，鹹嘅真係少。好食，好食，好食，好食。好，我哋食緊呢個先。OK。嗯，佢個包咧比平時啲多士脆好多啦，同埋佢咬落去咧好似空氣咁啊。同埋我覺得佢同牛油果好夾，因為沙甸魚咧佢係辣沙甸魚，本身有少少濃味啦，跟住牛油果其實本身淡淡地味噶嘛，即係唔會去到好腸味噶嘛。好食。嗯。哦，有隻雪糕。因為咧依個係我哋新出嘅蝦醬雪糕。蝦醬。蝦醬加黑吉倫子。唔係，但係我覺得佢蝦醬味其實係好輕微。我覺得咧佢有嘅。佢又好有蝦醬嗰個咧，好張住個口嘅感覺。即係人哋蝦醬雪糕，你就話人哋個蝦醬係個口感嚟嘅，個味。其實咧，我嚟呢度仲有個目的嘅，知唔知係咩啊？唔想知。你知嘅，行啊行啊，唔好食啦，抹嘴抹嘴抹嘴。做咩啊？影相啊？打卡啊？佢樓上好靚噶。樓上係喎，有樓梯喎。啲快啲。